哈喽，兄弟们，队友快三个锤子了，已经补一个了，我争取把这个救下。就你叫夏洛呀？啊？这跑了你啊？直接给补了要紧。往前压，上面还一个，同样都是三个人，凭什么你们干不过呀？我后面，就看我后面就行了。我看你后面，这还有一个截胡的，爬呀，不要停。就差这么一点，拐过弯来就活了，半路上还得歇会儿，还是没留住，给阿杰走曲儿，我不信今天我还能死。钱钱点包，整点物资该走了。呀，前面还有个人骑自行车，看到没有？揍他！让他玩去，这都真刀真枪的。哟，小伙子弯压的不错呀，补死他！哎呦我，这我怎么这么弱呀？走，这个地方不能带。快！开宝！哎呀！哦呦！最后一个队友也没了，躲一下！我回来救你。这边的人在哪儿啊？我看着他了。给补了！臭不要脸！你们给我等着啊！咱们决赛圈见！我可不是怕他们，兄弟们，我这是战略性撤退，这仇是肯定要报的。没毛病。主要是缩毒了，咱们先进圈。这位置不错，中心点。能待一会儿，待活的有个风筝，确实。害不到，怎么没人头啊？不是我打仗的吗？哦，小伙子没死，没关系。人头得是我的。我得收拾防区的啊，他们打的还挺热闹，人家都不出来，就你能。在外面晃悠，补死你，死不死你？我这没给他补死，心态崩了呀！这里还有一个呢，全是死！这是两发子弹，不能再浪费了，再出手必有人死才行。这边人又出来了，别乱动啊！别乱动！这是什么操作啊？人如其名啊！哇，这是高手！再干！面对了，就剩这边的了，最后一个子弹留给你吧。看好了，又失手了，压过去！你还打我，嚣张的你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不用嘚瑟，马上就让你好看！大点，兄弟们！瞅瞅啊，不太好打，得上二楼。Surprise！ 哎呦我！后山上还有老六，这也看不到他在哪儿。幸好这队败了，封个烟直接压过去。他也封烟了，他们封烟肯定是想跑。我就知道你们肯定想跑，给你们扫炸了！开跑！开跑！让他走吧，留不住，说足了，我赶紧填填包也走。哎呀，这小子挺肥啊，全是空竹签，就我一个人搞没够，比 MG3 性价比高，那玩意儿就一梭子满月。那还一个老六呢，不知道走了没有。哎，蹦蹦，嘿嘿，小伙子，刚才就是你是吧？跑什么玩意儿？嘿，我去圈里等你，他还会回来的，这里是进圈唯一的路。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得来，等你半天了，还不停啊？哪觉得这是啊？我挺硬啊，直接莽防区域了。先捡个人头。这个树后还有他队友呢，这是哪打的？往后扫，屁股面还摸过来一个，好锅。哎呀，要不是这个锅我嘎了。你还爬，死吧你！先打药，然后听听他的包。呀，又来人了，这还有个人，我听到他了。怪了，耶！哎呦我去，小伙子你挺会卡位置呀。后面还一个，我俩呢还。
亏我伏地了，不然又要被偷了。跑跑跑跑跑，又搜走了，赶紧往圈里摸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都看不见我。对，你们打防区的。好家伙，这还是个马鞭，等下填裤兜再说。还有 M200，不拿了，趁他们这会打着，我再悄悄往前摸去偷他们。我看见我了，完了，都掉转枪口了。我跟你拼了！我好牛逼！好，来兄弟们，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